Hello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CZO。刚刚刷抖音啊，刷到一个关于这个大三 Pro，一个关于这双鞋的一个视频啊，就是说这双鞋怎么说呢？公式化太严重了，就是这个整个鞋子的框架啊，就是说，外侧的 TPU 包边对吧，包住了整个全掌的这个超临界发泡啊，然后内侧露出来对吧？然后这个外侧还是这个，自己家品牌的 logo 啊，然后一些基本的后跟钢保，一些基本的鞋面啊，一些这个基本的这个外底，还有这个碳板，感觉很像，当时李宁啊，13泵、14泵的当时的那个框架。虽然说不能说是抄袭吧，还是做的还是很有个性的啊。反正我是入了两双这个大三 Pro 啊。我个人的想法呢，就是说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抄不抄，把自己的东西做出来就可以了。整体来说还是很喜欢这双鞋子的啊。大三 Pro 也有这个配色是这个关于中国，对吧？这个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，很有中国元素，然后整个这个颜色也很复古，很帅，好吧？尽量不要对这双鞋有偏见。